2020年新春佳节，为中泰两国繁荣昌盛，为中泰友谊万古长新，为在座的各位的健康干杯！拆！拆！拆！Thank you， 干杯！干杯！谢谢。佳节来临之际，中国驻清迈总领馆全体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拜年了，祝祖国繁荣昌盛，人民幸福安康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